的这个默契程度，好不好？然后当然我们除了玩小游戏以外，最主要的是通过游戏来给大家送送福利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首先话不多说，就进入第一个游戏环节。第一个游戏环节叫春日良缘合拍啊，春日良缘合拍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啊，我们今天主创合体了嘛，所以呢我们想请各位拍一些甜蜜的照片，然后作为福利来送给我们各位网友们。那我们首先想把四位老师两两分成一组，我们就小鞠和学艺一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另外两位老师这样一组，我们就两两分成一组。然后呢，首先我们请学艺和小鞠站到我们的这一侧。我一边这个排站位，然后一边跟大家介绍规则哈。我都看到了。然后佳怡跟我们的歌阳站到那边，你在这边，然后呢，我会在。